我愿加入抖音扬帆计划，用直播与大家分享知识。天已降生，地已载誉，日晷照明，月半修身，何以为报？无以为报。给我一双翅膀，我将飞向那浩瀚的宇宙。给我一只尾巴，我将游向那深邃的海洋。借我一个时空，我要看清上古神话，从此一脉相承，耀我中华。我是一名民间的医学爱好者，我将用现代科学的知识、方法、理论去阐释古人的智慧、经典、文化，用现代的方式语言，百姓日用易学而不知，结合现当代的生活，更好的运用，有一个健康、快乐、有理想的人生。